哦，还用铁丝网给围起来了。哦，那就没办法了啊！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啊，这现在也过不去了，那就没办法了。那这样吧，阿妹啊，我们能不能啊留在这边跟你采访采访你，了解一下你们这边的一些风土人情，这个可以吗？哦，那可以的嘛。啊、哦，可以是吧？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你工作呢？哦，这个不影响的嘛。哦，那不影响就好哈。哎，阿妹啊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呢？我看呀，你也忙活半天了。哦，我是在做虫子药嘛。哦，你这是在做虫子药？哦、用这个钻头钻这个石头是拿来做虫子药的是吧？哦，对嘛。哦，那你们这个虫子药的话是干嘛用的呢？哦，它可以用来止痒的嘛，还可以驱蚊子的呀。哦，用来止痒和驱蚊用的是吧？哎哦，那阿妹呀、啊，我看你用这个钻头钻这个石头的话，这个是怎么去做这个虫子药的呢？哦，就是用这个，手工钻嘛，在这个石头上打孔，打完孔之后，把那个草药放入孔道里面，再放在架子上去烤的嘛。哦，哎，我在你们这个景区门口啊，我看到啊，人家呀2块钱就能买到一大盒这种虫子药，那你们自己做的话。这会不会太麻烦了？不划算呢，阿妹。哦，这个不麻烦的吧？像这个草药嘛，都是我们从山里面自己找回来的嘛。哦，很划算的呀。哦，这个是你们自己采的草药是吧？哦，对的嘛。哦，你的意思是呀，从山上采完草药之后，拿这个钻头啊，钻这个石头，钻完啊，把这个草药放到这个孔道里面，然后呢，放到火上去烤，这个虫子药啊，就算做好了是吧？哦，啊、哦，那阿妹呀、啊，这个怎么去使用呢？哦，这个可以直接往身上涂抹的嘛。哦，直接涂抹在身上就可以用了。哦，可以用的嘛，很方便的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就可以止痒驱蚊了，是吧？哦、对的嘛。那阿妹呀、啊，你这个手工钻啊，这我看呀、啊、做的挺好的，这用起来呀、啊、挺顺手，挺方便的。哎，这是谁给做的呢？哦，这个嘛是阿爸给做的喽。哦，这是你阿爸做的是吧？阿爸做的吗？你阿爸这手啊还挺巧的，这用起来呀特别方便哈。哦，阿爸是很厉害的嘛。啊、哦，那阿妹呀、啊，聊了这么长时间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，那怎么称呼你呢？哦，你叫我露露就可以了嘛。哦，叫你露露就可以了。这阿妹呀、啊，长得漂亮，这名字也特别好听哈。那阿妹呀、啊，我就叫你露露了，是吧？啊，露露你好哈，很高兴认识你呢。哦，你好吗？哎，我看你这个衣服挺漂亮的，这是你们自己做的还是在街上买的呢？哦，这个衣服嘛，也是我们在街上扯的布，拿回来自己做的嘛。哦，也是你们从这个街上啊扯的布，自己拿回来做的是吧？自己做的嘛。哦，是这样啊。哎，我看这做的挺漂亮的，挺有民族特色的。哎，你们是少数民族吗？哦，我们是少数民族的呀。哦，还真是呀。是哪个民族的呢？哦，我们是哈尼族的嘛。哈尼族的呀。哦，对嘛。哦，怪不得长得这么漂亮呢，原来呀是哈尼族的阿妹呀。我多多少少啊听说过你们这个民族，而且呢我还有朋友啊也是你们这边的。哦，你还有认识的人呢。对呀、啊、所以说呀、啊、特别有缘分呢。那阿妹呀、啊、你今年多大年龄了？我今年26岁了嘛。26岁了。哦，对嘛。哎呦，看不出来呀。怎么看不出来呢？我看你这个样子呀，也就20岁、21岁左右，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大嘛。哦，哪有嘛，你也太会说话了，人家都是大姑娘了嘛。都是大姑娘了、哦、哪有女孩子呀这样说自己的。阿妹呀，你还看着很年轻呢。那阿妹，你今年26岁的话，那有没有成家呢？哦，我妈还没找呢。哦，还没找啊。哎，我不是听你们寨子里这些长辈说哈，像你们这种大山里的姑娘，这满18岁都要结婚生孩子了。那阿妹呀、啊，你今年26岁的话，那怎么还没找呢？哦，不好找的嘛。不好找？哦，对。那是什么原因不好找啊？哦，我们寨子里
里面男孩子太少了，女孩子又太多，所以不好找的嘛。哦，是因为啊，你们这个寨子里面这男孩子太少了，女孩子太多了，所以说不好找是吧？不好找的嘛。我还以为啊，是你长得漂亮，那些阿哥呀你都看不上，眼光太高了，不好找的啊。啊，那阿妹呀，像你们寨子里这些女多男少是吧？哦，男孩子少吗？哦，那你们这些阿哥呀确实挺抢手的。那如果说呀这么多女孩子都没找到的话，那这些男孩子确实少啊，跟我们那边啊正好相反呢。那阿妹呀，那我看你这个条件还挺不错的，长得也挺漂亮的。那你之前有没有找过呢？之前嘛有找过的呀。哦，之前也找过是吧？找过的有吗？哦，那找过几个呢？哦，什么几个嘛，就找了一个的呀。哦，就找过一个呀。哦、就找过一个。那两个人有没有牵过手呢？哦，手嘛牵了，手都牵热了呢。哦，手都牵热了呀。嗯。那最后为什么两个人没在一起呢？哦，主要是年龄不合适嘛。哦，我不喜欢嘛。哦，因为年龄不合适，你不喜欢是吧？哦、不喜欢的嘛。哦，那为什么他为什么会不喜欢呢？他是比你大还是比你小呢？哦，他年龄比我小有3岁的嘛，不喜欢的呀。哦，比你小了3岁，你不喜欢呀？哦，对的嘛。哦，那阿妹呀、啊，这不是挺好的嘛？比你小3岁，那现在的小姑娘不都喜欢呀？这种小鲜肉嘛，那比你小3岁，这也算是小鲜肉了，那怎么会不喜欢呢？不懂事嘛，我喜欢找一个年龄大一点的嘛。哦，你的意思是呀，这个年龄比你小，他不懂事，所以说呀，你喜欢这个年龄比你大的是吧？哦，年龄大一点的好吗？哦，年龄大一点的好啊。那阿妹呀，你怎么会觉得这年龄比你大他就好呢？哦，年龄大一点的比较成熟稳重，还会疼人照顾人的嘛。哦，这年龄大的比较成熟稳重，知道疼人，会照顾人是吧？哦，对的嘛。哦，原来是这个原因呢。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哈，咱们左上方啊，没点关注的，动动发财的小手啊，点点免费的小关小注啊，帮主播点点赞，分享一下直播间啊，咱们左上方动动发财的小手啊。哦，你喜欢这个年龄大的。对的嘛。那阿妹呀，我要跟你讲一下了，你说的呀也不完全对哈，这不是说呀他年龄大就比较成熟稳重，知道疼人，会照顾人，这主要看呀这个男孩子他有没有真心，有没有良心。那感觉我说的对的啊，咱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啊，你们打一个对字。你觉得呢阿妹？要有责任心，要良心好的嘛。对呀、啊。那阿妹呀、啊、你刚才说想找一个年龄比你大一点的是吧？哦，年龄大一点的好吗？那多大年龄才合适呢？哦，我想找一个40岁左右的嘛。哦，想找一个40岁左右的。哦，对嘛。不是阿妹呀、啊、你没开玩笑吧？这你今年只有26岁，你要找一个40岁左右的。哦，这年龄差距这么大，这能行吗？哦，年龄大一点的没关系的嘛，只要对我好就可以嘛。哦，只要对你好就可以啊。哦，对嘛。那你父母他们两个能接受吗？这年龄比你大了10几岁，这是不是有点年龄稍微有点太大了呀？哦，那阿爸说了嘛，年龄大一点的没关系，只要对我好就可以嘛。哦，年龄大一点的没关系，只要对你好就可以是吧？哦，对嘛。哦，这也是哈，这女孩子呀就是要找一个呀对自己好一点的，其他的呀、哦、也就无所谓了。那阿妹呀，除了这个年龄要大一点之外啊，那其他方面有什么要求没有？哦，力气再大一些嘛。哦，力气也要再大一些啊。哦，那为什么还要找力气大的呢？哦，力气大一点的干活才厉害嘛。哦，力气大的干活才厉害呀。嗯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那阿妹呀、啊、那要干什么活呀在你们这边？哦，就是我们山上的那些农活嘛。哦，你们山上的那些农活是吧？哦，
我还以为啊，你说要干些什么呢？啊，感谢直播间啊，哥哥姐姐送来的礼物啊，非常感谢哈。啊，那阿妹啊，这别的小姑娘啊，都想找一个有车有房有存款的，那你这倒好啊，想找一个呀会干农活的。那还有别的要求没有？别的嘛也没什么要求，只要对我好就行嘛。哦，只要对你好就行了。对的嘛。那阿妹啊，这个对你好的话，这怎么样才算对你好呢？只要不打我不骂我就算对我好嘛。哦，不打你不骂你就算对你好了。那阿妹呀，你这要求说实话哈，这也太简单了。我感觉呀，那些阿哥呀都能满足你这个要求呢。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哈，感谢大家送来的礼物。咱们呢左上方动动发财的小手，给主播啊点点小关小注，非常感谢啊大直播间哥哥姐姐们的支持哈。那阿妹呀，这个对我直播间呢刚才有哥哥姐姐说了，他们呢想问一下，就是你们这边结婚的话，这个彩礼一般呀都要给多少呢？哦，彩礼吗？那要给的多咯，要一头黑色的大母猪和一头大水牛呢。哦，要一头猪和一头牛是吧？哦，对的嘛。那为什么要要嘛？出嫁之后那大水牛嘛就可以用来耕地的嘛，那大母猪的话就可以生小猪仔嘛，猪生仔，仔生猪，就会越生越多的呀。哦，你的意思是呀，这个女孩子外嫁之后啊，家里面呢就没有人帮父母干活了，所以说呀，这个男方要给一头猪一头牛来帮你父母啊干山上那些农活是吧？哦，对的嘛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怪不得呢。因为呀我们那边没有这个习俗，所以说呀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结婚呢还要给一头猪一头牛呢。那阿妹呀，除了要给这些之外，那这个东西要不要给呢？哦，这个嘛多多少少也要给一些咯。哦，这个多多少少也要给一些是吧？要给的。那大概要给多少呢？需要人家外面来的嘛，条件好的舍得给的嘛，差不多2万到3万这样子的嘛。哦，你的意思是呀，那些外来的阿哥家里条件好的，人家舍得给呀，都是平时呀给2万3万是吧？哦，2万3万这么多嘛。哦，那在你们这边的话，这2万3万就算舍得给了吗？哦，舍得给的嘛。哦，那你们这边这要求啊确实挺低的哈。那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呢，你们那边啊这个彩礼的话都要给多少？咱们呢可以打在公屏上面啊，给这个小阿妹看一下。我跟你讲啊，阿妹啊，在我的家乡啊，那最少如果说结婚的话，这最少啊都要给5万呢。这么多呀。对呀，因为呀他每个地方啊他习俗不一样，所以说呀给的也就不一样。你看啊，我直播间还有的哥哥姐姐说呀，他们那边呀要给10万，还有的人说呀他们那边要给30万呢。哦，10万这么多呀。所以说嘛，这每个地方啊不一样，所以说给的彩礼啊也就不一样。那阿妹呀，像你家里的话，这个彩礼有什么要求没有呢？什么要求的呀？啊，没有什么要求是吧？没什么要求。那还挺好说话的。那阿妹，像你家里面的话，你有几个兄弟姐妹呢？我们家嘛比较多的呀，有4个嘛。啊，有4个。哦。哦，这人口挺多的呀，这4个兄弟姐妹呢？哦，没有兄弟，都是姑娘嘛。哦，你的意思是家里面呢都是女孩子是吧？哦，那还挺好的，这4朵金花呀。那你父母啊这以后就没什么压力了。因为啊都是女孩子，这以后啊也不用担心这个彩礼的问题了。哦，那也不是嘛，像我姐妹还没找到的话，她们还不是操心，每天都很着急的嘛。哦，你的意思是呀，这些女孩子啊到了一定年纪还没有结婚的话，这当父母的也挺操心挺着急的是吧？哦，你说的也不错哈。那阿妹啊，像你们家里面还有几个没找的呢？哦，现在嘛，我和我二姐还没找嘛。哦，你跟你二姐还没找啊？哦，还没找嘛。哦，那是什么原因还没找呢？你不啊？你在你家里面排行第几啊，阿妹？排行老四的嘛。哦，排行老四，最小的一个呀。哦，是
妹嘛。哈、啊，那你这个二姐她今年多大年龄了？她？我二姐今年嘛28岁了嘛，比我大2岁的呀。哦，你二姐今年28岁了，那也到了该找的年纪了，我觉得。哦，也是大姑娘了嘛。啊，也是大姑娘了，这马上啊也要到30岁了。哎，阿妹啊，那你这个二姐她为什么还没找呢？哦，也是因为我们这边男孩子少嘛，女孩子又太多，不好找的嘛。哦，也是因为啊，这个男孩子太少了，女孩子太多，不好找是吧？找的嘛。哦，那你们呢，你们这边跟我们那边的情况啊正好相反，我们那边是很多呀，是很多男孩子女孩子呀特别少，男多女少，所以说呀很多阿哥啊因为彩礼的问题啊，我们那边彩礼啊特别昂贵，也是因为啊这个彩礼的问题，很多阿哥呀到现在呀也是单身汉一个。那阿妹啊，我想问一下你这个二姐她长得漂不漂亮啊？有没有你好看呢？姐嘛，长得比我好看多了嘛，个子嘛比我还高，干活也比我厉害呢。哦，你二姐长得干活比你厉害，长得也比你漂亮啊。哦，对嘛，我二姐比我漂亮多了，在我们寨子里面排名第三好看的就是我二姐了。哦，这个排名第三好看的就是你二姐呀。哦，那看来呀长得确实挺漂亮的哈。那这样阿妹，有机会的话能不能啊带我去认识认识你这个二姐呢？我去拜访一下她，采访采访她。哦，可以的嘛，有时间我介绍你们认识嘛。那就太好了。那阿妹呀，像你这样的在你们寨子里面能排到第几呢？哦，我妈排都排不上喽。哦，像你这样的在你们寨子里面都排不上吗？哦，排不上的嘛。哦，那看来呀，你们寨子里啊这些小阿妹确实长得挺漂亮的啊，像你这样漂亮的都排不上啊。哦，排不上的嘛。你是从哪里过来的呀？我吗？我是从河南那边过来的，你可能哈听都没听说过呢，很远的一个地方。哦，那你来我们这边干什么的呀？我是一名旅游主播，我是来你们这边啊过来旅游的，我就喜欢呀四处走走，看看不一样的风景。有没有成家吗？还没有成家呢。今年呢也是单身汉一个。那你来我们这边是不是找老婆的呀？不不不，阿妹啊，你不要误会哈。我不是过来找老婆的，我呢就是单纯呀过来旅游过来玩的。那我要回家了，要不要去我家里面坐一下喝杯水吗？你要回家了呀？我要回去了。你家离这边远不远呢，阿妹？不远，就前面，很近的嘛。就在前面是吧？那我去的话这会不会不太好啊，阿妹？这会不会打扰到你家人呢？没关系的嘛，不打扰的嘛，走吗？不打扰是吧？那这样，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啊，你们说一下我们要不要去小阿妹家里坐一下，要的话就打一个要字行不行？那阿妹呀，这个确定不会影响到你家人们吗？没事的嘛，不影响的嘛。不影响啊。那行行行，你要这样说的话，反正啊我们来都来了啊，我早就听说呀这大山里的女孩子呀都特别热情特别淳朴，今天见到小阿妹之后啊果然是这样哈。都说要是吧，那行，那我们呢就跟着小阿妹啊一起去她家里面看一下行不行。哎，阿妹啊，你这个刚才呀坐在那里我还没发现，你这站起来之后啊我感觉呀你这个身材挺不错的。你有多高啊？这个嘛，你可以猜猜看的呀。我猜猜看。那我可能猜不到啊，阿妹。你试一下嘛。我试一下是吧？那这样吧，如果说呀我猜对的话，这马上啊也要到晚上了，那今天晚上啊我这晚饭还没着落，我猜对的话能不能晚上在你家吃饭呢？可以嘛。猜不对的话也是可以的呀。猜不对也可以呀。这阿妹啊这人还挺好的。那这样吧，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啊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，你们感觉啊这个小阿妹啊有多高，可以把她的身高啊打在这个公屏上面，我看呢、有没有哥哥姐姐啊能够猜对的行不行。那阿妹啊，我感觉啊像你这样这个个子呀你有1.68米左右了吧。1.68米没有那么高吗？没有那么高啊。没有的嘛。那你这最少也有1.63米了吧？一米六
1.63差不多嘛。哈，1.63差不多呀。你看呀，我直播间有很多哥哥姐姐啊，他们都猜的差不多啊，都猜对了，还挺厉害的。嗯，那阿妹呀，像你们这些啊，从大山里长大的男孩女孩是吧？嗯。那你们平时啊，有没有读过书呢？有读过的嘛。哦，也读过书是吧？有啊。那你是什么学历呢？我是初中毕业的嘛。哦，初中毕业的呀。啊，对嘛。哦，那还挺好的。那你这个学历的话，在你们这个大山里面，这是不是也算挺高的了？也没有嘛。那你像我们这边也有读大学的嘛，也有好多走出大山的嘛。哦，这也是哈，之前啊，我那个大学同学呀、啊，就是你们这个少数民族的，他之前、啊、也给我讲过，你们在大山里生活是吧？哦，那也太巧了嘛。确实呀、啊，挺有缘分的。今天呀、啊，也是机缘巧合之下能够认识小阿妹啊。那这就到我家了嘛？哦，这就是你家呀？哦，我们都在这生活的嘛。哦，平时你们在这里居住的吗？哦，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啊！这个呢，就是霞妹啊平时居住的地方。哦，你们这房子呀，这住看起来呀挺复古、挺原生态的，跟我们城市里面的房子呀是完全不一样的哈、哦。这都是老房子了。啊，都是老房子了。嗯、对嘛。哎，阿妹呀、啊，这个是不是你们说的那个竹排房啊？竹子搭建而成的嘛？都是用竹子搭建而成的。之前呢，我听我这个大学同学他提起过，就是他说呀，你们在大山里生活的话呀，都是用这种竹子搭建成房屋居住的。是因为啊，你们这边天气比较炎热，所以说呀，这种房子就比较通风，比较凉快，是吧？对嘛，走嘛，去我家里坐一下嘛。哦，去你家里啊、还要进去坐一下呀，阿妹。进去坐一下，喝杯水吗？这会不会不太好啊？你家里有没有人在家呀？这会没人吗？阿爸阿妈他们都去山上干活去了，等会儿才回来吗？哦，这会儿家里没人是吧？就我一个人嘛。哎，那你那个长得特别漂亮的二姐呢？她有没有在家呀？我二姐也去干活了嘛，等会儿一起回来嘛。哦，她也去干活去了。干活去了嘛。那阿妹呀、啊，你这一个小姑娘自己在家的话，那我要进去的话，这会不会有点不好啊？你们街坊邻居看到之后，那会不会说闲话呀？这有什么关系吗？就进去喝杯水，又没有什么事吗？进去喝杯水没事啊。没事，上来嘛。那这样吧，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哈，你们说我们要不要进去参观一下？要的话就打一个要字。主播呢就带着大家啊一起进去参观一下。等会我姐妹们回来之后，我把我那个长得第三好看的二姐介绍给你认识一下嘛。你还要把那个二姐介绍给我认识呀？这阿妹呀、啊、确实挺热情的哈。那你要这样说的话，那我就进去了，行不行？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、啊、都想进去参观一下是吧？那行，那我就带着大家啊一起进去了解一下。大家可以看到他们这边的房屋呢跟我们那边是不一样的哈，我们那边啊是砖做成的，但是呀、啊、他们这边啊都是用这种竹子搭建而成的。你看啊，这墙缝比较大，平时呀、啊、住起来呀、啊、就比较通风，比较凉快哈，所以说呀、啊、跟我们那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哎，对了阿妹，我这个在开着直播呢，你这家里我能不能拍呀？的嘛。可以拍是吧？可以拍，就是有点乱，都没收拾嘛。这个没关系的哈，我就是呀给我直播间这些哥哥姐姐们呢，给他们看一下你们这个居住环境啊都是什么样的。那你进来坐一下，我倒杯水给你喝嘛。那行，那我就进来了。阿妹进来吧。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啊，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哈，这个呢就是平时呀小阿妹居住的地方啊。这看起来呀，这确实这里面啊挺简单，挺朴素的哈。但是啊，这该有的还是有的，这小钟表啊，小电视都是有的。阿哥，你喝水吗？你嗓子。行，谢谢你啊，阿妹。麻烦你了哈。没事的，你坐嘛。你也坐一下，休息一下，阿妹。跟我们聊了这么长时间了哈，辛苦这个小阿妹了。没事的。那阿妹呀、啊。我看你们这个房子里面哈、啊，虽然说呀比较简单，比较朴素，但是啊打扫的挺干净的。那你们平时这一家人都是怎么住的呀？这只有一张床，你们能住得下吗？这里吗？是我和我二姐在这住嘛，我们两个人睡一张床的嘛。你跟你二姐一起住、你们两个人睡在这一张床上面。睡一张床嘛。那阿妹呀、啊，那我想问一下哈，就是那你阿爸阿妈他们住哪里呢？搬到外面那个竹排房里面了吗？
哦，就是你们平时呀，你们是分开住的是吧？分开嘛，没有在一起的。哦，怪不得呢，我就说嘛，这么小的房间里面就放了一张床，那你们家人口那么多，这怎么睡得下呢？啊，那你阿爸阿妈他们大概什么时间可以回来呀？可能等一会儿也就，5点多差不多就回来了嘛。5点钟差不多就可以回来了。对嘛？哦，那阿妹呀，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你们平时呀，在这个大山里生活是吧？那刚才呀，我在你们寨子里面我也转了一圈，但是呀，没看到有什么田地。那你们平时呀，都是以什么为生呢？我们这边嘛，可多了，就像平时我们去山上采茶叶、割蕉啊什么的。不忙的时候，我们会去山上采点野菜嘛。那像这些嘛，都是我们从山里面找回来的呢。哦，你的意思就是呀，平时呀，你们在山里面啊，找一些山里的东西，以这个为生是吧？哦，对的嘛。哦，靠山吃山呢。那阿妹呀，你这个手里拿的这是什么东西呀？这个是我们从山里面找回来的野山药嘛。哦，山里面找回来的野山药是吧？野生野长的嘛。野生野长的。怪不得我没见过呢，我们那边的山药啊都是那种长长的啊，跟你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，怪不得呀，我没见过。那阿妹呀，你们拿这个山药啊都是拿来干什么用的呢？这个我们背到街上去换钱，用来补贴家用的嘛。就是拿到街上啊去换钱补贴家用是吧？对的嘛。是这样啊。那阿妹呀，像你们一家人的话，这一年的收入大概能有个多少呢？一年的话嘛，差不多有2个万到3个万这样子的嘛。2个万3个万这样子的收入呀。对嘛。那你们家人口这么多，这2-3万够你们花吗？一家人嘛，省着点用还是够花的嘛。省着点用还是够花的是吧？对的嘛。这也是哈，在大山里生活的话，也没有什么花钱的地方。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哈，咱们呢左上方没点关注的，动动发财的小手，给主播呢点点小关小注哈，非常感谢咱们哥哥姐姐们的支持哈。那阿妹呀，我来到你们这边之后啊，因为呀，你们是生活在这个亚热带地区是吧？这天气呀、特别炎热，但是我听说呀，你们这边这个热带水果特别多，是不是？有的嘛。那你们这边啊，这山上都种的有什么水果呢？